Welcome, everybody, to Gujian 3. We're going to have some beautiful gameplay. This is a fantastic game. Sit back and enjoy. Be a strong demonic presence. So, let's go make sure home is okay.
I'm not even sure this is going to be our main character or not. He appears to be royalty, so I'm pretty excited about that. If we get to be royalty, that's going to be freaking sick. If not, that's still fine. If we're a daggum peasant, I'm fine with that. They ran away. Why'd they run away? It's not concerning at all. Not concerning at all. Oh dear. This looks really bad. Oh my god. Retreat? Yes, run. Run far away.请留步，我听应了说你受了伤，伤不必再治了，请晴雪姑娘过来是想问清楚，我大约还有多长时间？心伤没有愈合，先前的丹药仍然服用，不再妄动血脉之力，应该可以有。 两日光景，多谢你这些年来的援手，是我该说谢谢。如果没有来到天禄城，我大概还在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就此别过，在那之后，晴雪姑娘当可回人界，完成你的心愿。 Maybe another 2 days to live? Man, that sucks. Oh.
决定什么？留在这个鬼地方。我对你的王位可没兴趣。当初不辞千里要我的命，如今又纠缠不休把我关在这儿。你们辟邪都是这样反复无常吗？你也是辟邪，我们本是孪生子，在我死后理应由你继位。孪生子，这样也能叫兄弟的话，那天底下大概没有比你更莫名的兄长了。过了这么多年忽然冒出来对我说你快死了，让我继承什么王位，你以为你的弟弟会欣喜若狂？玄哥大人，我长在人间，我的家人也在那里，天禄城只不过是异乡。既然如此，那么就依你昨日所言，第一场，你若赢，来去自由；你若输，留下继承辟邪王之位，纯以剑招决定胜负。Battle to the death, okay.一言为定。就这样跟我比，这样才是公平。妖力不仅仅用于战斗中，亦是经年累月锻炼体魄的途径，令辟邪的速度和力量远胜于人。你常年抑恶，若单论体能只比寻常人略强，因此实无必要顾及我的伤势。少废话，小爷我就是寻常人，用什么妖力？这回不算，等你好了重新比过。输了便是输了，当断不断，错失良机。若是生死相搏，你连性命都已输掉了。何况再比一场仍是我赢，原因你当知晓。真有些好奇这剑术是何人所授，观之凌厉，施与温厚，与你不配。虽是利器，但君子之剑用以强身健体。气随意转，以则为柔，既然不动，显则为刚，剑如疾风。孩子们都很精神。气随意转，自从大前天北落回来后，一个个就特别上进，我看比你亲自教的时候又认真劲儿。年轻人在一起更说得上话吗？既然不动，显则为刚，剑如疾风，以意行气，气随。好了，今天的练习到此为止，挨个过来和我比剑，就用老师上个月新传授的那套剑法，我倒要看看你们懈怠到什么地步了。师兄，饶了我们吧。魏瑶，你第一个。啊，我再啰嗦，等其他人散了，你单独留下。哎，别别别，我好好打还不行吗？I'm gonna beat that butt. Let's go. 你力气那么大，就这两下。专心。会战仙气，谁教你？Anyone else? Nope. Okay. 耶，手断了，断了。断了不正好，省得你再偷摘老严家的果子。哪里是偷，我每回都把钱给他们家闺女的。
哦，那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咯。一定是有人告诉你的。谁呀？大嘴巴。没谁，昨天严家来找师娘了，瞧着不太高兴。啊，谢谢师兄和我说，老缠着人家女孩子讲话是不太好吧。哎，你说我让我娘明年开春就上门提亲，严家能答应吗？这种事情我怎么知道。好了，话说完了，走吧你。哦，下一个谁？请师兄赐教。魏师兄，你们刚才讲些什么呀？你的脸怎么红红的？谢师兄。不错。什么东西打我呀？扔偏了，笨蛋。陆哥哥，有坏人在市集上抓了三宝，他们还有刀，你能帮帮我们吗？谁那么不长眼？你俩先回去，我马上来。好，好。师兄是不是和上回一样要去路见不平？带上我们一起吧。罗师弟，你替我继续和其他人比试。是。哼，小气。哎，这就走了？我做了莲子羹，先喝一碗。不了，师娘，老黄家找我帮点小忙，我答应大宝他们马上过去。那行，记得要吃饭，可别饿着肚子。好的，师娘。All right, emergency rescue, awesome. Okay. Chickens? Fruits. That's cool. I believe this is it. Yeah. 哎呦，市集那边现在左腾什么？走。Okay. Yep. Okay. So yeah, we're in the right place. 少爷，那边卖的果子瞧着水灵，我去给您弄几个。是，有什么好吃的？真不知道老头子哪里不对，不就打伤几个穷鬼，犯得着把我丢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来吗？还让本少爷反省。我呸！这位贵人，有话慢慢说。您看，能不能先把三宝给放了？放了他？笑死人了！养个狗还真当儿子一样。告诉你，这小崽子敢把尿撒我裤子上，就是不想活了。正好宰了晚上加菜。千万别！您这裤子我愿意赔钱。啥？本少爷像是缺钱的样子。Not about dog killing. Yeah, let's go. Gonna get on the roof. 哎呦！谁被比武师偷袭？都愣着干嘛？还不快救我！少爷，干什么？你要干什么？我爹是城里的大官，我掉一个汗毛，你全家都别想活了。别吵，我对你爹没兴趣。你让人把那狗崽子放了，我就把你放了，怎么样？先放开本少爷，不然宰了那狗。宰？尽管宰。虽然我是个拔刀相助的路人，但狗毕竟不是自家的，不心疼。倒是你，一条人命换一条狗命，黄泉路上可别后悔啊。后悔？肯定后悔啊，大哥。哎，快把狗放了。三宝。哎呦，我要教训这小子。都上，往死里揍，给我废了他。I'm gonna fight him with a stick. I'm gonna fight him with a freaking stick.
真有良心。悠悠。OK。哎呦呦。OK。This is the one I need to take out first. 我可得小心呢。Took a screenshot by accident, but I got it. Come on, 给小爷说说，咱俩到底谁废了谁？不，不能乱废。大哥，我听说你们这些本领高强的江湖侠客都是好心肠的，你肯定不会和我一般见识吧？就逗我玩的。会放了我吧？那你有没有听说过江湖侠客什么的，还懂很多旁门左道？耳朵痒吗？痒？哎妈呀，真痒起来了！南疆蛊虫听过没？现在就住你耳朵里了，乖乖听话，不然说不准他往哪儿钻。大哥大侠大爷，咱们往日无怨近日无仇，想要什么你说，我家有的是钱。我知道你这种纨绔为啥这么讨人厌吗？啊，不知道。因为太闲，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吃饱了整天祸害别人。没关系，找点事儿做就好了。明天辰时你带树修到方人馆去，跟着其他人一起学武，三个月后保准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我不去，我到时候如果像个样子了，就把蛊虫给你取出来。我去。Get right. 吓人！以后千万别惹师兄。But I'll see you in episode 2. Stay safe, stay happy. Later.